눈을 감고 내가 하는 이야기를 들어봐 나의 얘기가 끝나기 전에 너는 꿈을 꿀 거야 Little star tonight 到，然后一路走过来。我们要去清真寺里面呢，中东最大的清真寺，它有82个圆拱顶，有4座107公尺的，叫什么？那个什么塔？礼拜宣礼塔，重讲一次给我回我们到了中东最大的清真寺，里面的那个食材还是用就是来自世界各地很珍贵的食材，然后我们比较了解的就是中国的汉白玉大理石，花了非常多的钱巨额打造它，这个店才12个圆拱顶，然后有4座100公尺高的宣礼塔。하늘이 내린 천사 나의
내가 어떻게 잠들 수 있겠니?